好像是快六点的时候，我好像听到有孩子在哭，然后那个哭声越来越大，然后就进我房间了，然后聪儿说他冷，然后我就抱着他去他那房间。雪儿盖了那个黑白那个被子，然后葱花没盖，然后就把我那被子搬过去给他盖。还好吧？你想吃甜甜圈吗？面包？你还要不要喝水？今天葱花特别乖，他虽然是那种生病的难受，但是他是那种憋着委屈，他没有选择哭闹的方式来，这个来宣泄自己的情绪。你看这大逼。闹没闹哥哥？没有，没有啊，特别乖。哦，你谢谢哥哥没？偶然听别人的歌，会有我要和易烊千玺哥哥学舞。易烊千玺哥哥，我要找易烊千玺哥哥。雪松花。从来到现在没有叫过我和林更新两个人的名字，都在叫千玺哥哥呢，千玺哥哥呢，我就会发现他为什么千玺对他影响这么大。可能千玺会很暖的不说话的去默默的搂着你，小朋友在千玺那儿都会被他融化的。做了没说的事，你是否真的明白，梦里遇见就一样的你。
像是飘着片片红叶的现在，常常想时光的事，多少有些无奈。他们说不必惦念着你的回来，飘进泥鳅一样美丽的梦里来。我是觉得咱这个是不是是因为孩子多吗？肯定是。要这么说吧，你说正常人家养孩子养一个对吧，没有说同时也还养六个呢。我觉得一个好带，这东西你今儿你不觉得是个连锁反应吗？有一个哭，刚哭刚哄好，另一个又开始了。不是，要不这样行不行？如果明天咱们换一种带孩子的方法，就比如说六个小孩啊，一人带两个，就只给你负责的那个小朋友洗脸、刷牙、穿衣服，很纯粹，很纯粹。不是，咱不能说什么都不管，你话不能说那么死。我照顾这种东西，谁搭把手都行，主要是安抚他们的情绪。对，我就说这个，明天不，咱们就是一个带两个，一个带两个，一个带一个，咱们这样公平起见。抽签儿，抽签。那谁抽一个，谁抽两个？十字眼布，谁赢的那个人选一个，其他两个人选两个，抽到谁算谁的，好吧？真的吧？我来，那有小花来，你写一写。我给你们做个签儿。来猜拳吧，来吧，石头剪刀布。你这肯定两个的了，石头剪刀布。你来吧，两个。我是一个吧？对，反正最后剩一个就对了。我觉得要建立一个我们跟小孩子的一个感情，你要是跟他感情好了。那我完全可以让他依赖我，因为我毕竟是个男孩，如果我是个女孩，他早就依赖我了。对了，反正明天咱们就试试。